我的键盘是不是一堆灰尘头发？都是布比的毛，都是布比的毛啊！好认真的、啊。请什么小弟什么小妹一起开台嘛？这个应该有点难度哦。这个真的不是我不请啊，真的有点难度啊。至于是什么难度，我就不知道了。下礼拜好像也蛮无聊的，对不对？睡眠猪。叫凡西请小弟，你请小妹。我家到时候后面想要买个小沙发，你们觉得怎么样？还是放那种，还是放椅子？想要这样来宾比较好坐。一回不过。好，这个天降型的队伍就是这么的爽。手下六星啊，手下六星。一二三四五六，十，沙发是不是？我想放一个小沙发啦，小沙发，是来宾可以坐啊，干嘛的？这边不能消息啊，各位，这边阿豹，好久不见阿豹啊。然后再来了，引弓，直接开那个炮兵，然后手消全新，开炮兵手消全新，然后狗头打开，好，再来呢，暗弓灵化这里哈，阴骑都打开，不用哦，这边哦刚好没什么暗珠。点光珠，点光。舒服。八爪蚁哦，八爪蚁，请问一下八爪蚁多少钱？有人知道吗？三星嘛，对。九 combo 有满分，盘古梦魇我不知道，官方没跟我讲。喝酒输表弟没有，他也醉了，好不好？他后面他也醉了，后面我已经好了，我已经醒酒了，他就醉了。来看看分数，三万满回八万三千七啊，稳的啦 ，SS。